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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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《金刚经》。今天，继续讲，上次讲到第十分的后段啊，已经又讲了那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。那在这里再补充一下，基本上来讲，这两句话哈，是意思是一样的，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跟另外一句以无所得心具修一切善法是一样的意思，但是层次不一样。层次是什么？这个是发心门啊，这个呢是修行门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然后接着是这个啊，所以说以无所得心具修一切善法，这无所得心就是无所住而生起心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合成这个，然后这个呢，以无所得心具修一切善法，下面就是说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样的发心，所以能够这样修行，这样的修行，所以能够得菩提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要求菩提，菩提是什么？菩提是无量无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发无量无边的善心，修无量无边的善法，而不得少法，都不得的意思就是不贪爱，不是说没有，有，但是不贪爱。你不贪爱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你这个心里面是一个大的那个储存箱，然后你赚到的所有的功德全都放在这里面，但是放进去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很有钱啊，我很了不起，我有这么多的功德法财，这样的啊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什么无所得心，所以不会自满，不会自满，不会骄傲，不会共高啊，因此才会有真正的智慧，也因此才会有真正的慈悲。对，为什么真正智慧呢？因为你这一个所修的善法全都是清净的，因为无所得心它是清净的，所以你如果有少许贪爱，你那个贪爱心就把你修的功德就染了，你知道吧？就上了颜色了，你知道，不见得说是染污，但是如果以最究竟最究竟的法的话，那就是染污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那个染污当然不同于世间的染污，可是还是不是那么究竟清净这样的。所以究竟清净一定是要无所得心，无所得心，无取无得无贪无求，但是还是这样子还能够具修一切善法，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修善法。否则你如果说有所得，那就是有所求，有所求有所贪，那究竟而言还是为了自己，对不对？为了让自己怎么样肥胖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佛教我们吃很营养，但是又不会肥胖，不用瘦身，一直都很健康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发心门，这个是修行门，因为修行才能修行正果嘛，对，
所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光是发心不能成菩提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依于那个发心而修菩提，依于那个发心而修行，而那个修行呢，必须依于那个发心，依于初发心，依于本发心本愿这样啊。所以不是光是修行就好，那个修行还要依你的发心而修行啊。所以念念都不忘本心，这本心就是初发心。那初发心就是什么？这个所谓的发心是真正的发心呢、就发菩提心。什么是发菩提心？不是说哦，我想要学佛，想要修法，这就是发菩提心，那还早。那必须要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才是真正发菩提心。所以顺便讲，菩提心，发菩提心有种种的解释，而且光是经文就有很多文殊发菩提心啊，或是发菩提心文，然后这个无畏三藏、不空三藏，他们都有教人家怎么发菩提心。但《金刚经》这个就是很错要，就这一句就是了，光是这一句就是发菩提心。你做到这一句，就是真正发菩提心。你如果发了很多很多的心啊，乃至于我们不是讲那个菩萨四弘誓愿吗？但是菩萨四弘誓愿这一句就照了，光是这一句就照了。你这一句有了，四弘誓愿就都有了。你这四弘誓愿有了，普贤十大愿也有了。普贤十大愿有了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药师佛十二大愿啊，全都有了，都一样。但是回归最本源的那个种子，那个 germ 就是这句话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生其心容易，但是要无所住；无所住容易，但是要生其心。光是无所住容易，对，无所住什么？无所住就不执着嘛，不执着，但是不执着，然后不取不得，可是不取不得只是很轻松而已，没有法，是不是？可能可以自度，因为能够放得下，所以少烦恼，对。但是不能度众生，不能令众生得利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佛菩萨的境界是不可思议，很圣深了不起的，那这句话怎么做呢？那我告诉你，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很吹牛哦。那你学我这样就是这样子，好吧？那我是怎么样？我就是这个样，就这样。啊，如是如是啊，因如是降伏其心。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哈、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这样，怎么如是住呢？一讲了说，有机会可以这个网络直播，那就发心。发心一发就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然后一个礼拜就四次，然后四次就很累，很累就很累，这样的，很累就继续一直累下去。那累病倒了，那就休息休息，休息休息再东山再起，这样子，这样的。那也没有什么求取，那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的讲经也没有很多的热闹，对不对？没有很多现场的这种观众的捧场啊，是不是啊、那聊聊这个小狗两三只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偶尔会帮我骂骂我这样子啊，那但是不是求现前的。对，求长远的、深远的，这样的。那何以故？其心广大故。不好意思哈、好吧，那所以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所住能够入于智，
这样的吗？入于住，入于智，智慧得解脱，生其心能起大悲，利益无量众生。智悲，悲智双运，然后以此修行，得成菩提，得成阿耨菩提啊，好吧？所以这个以无所得具修一切善法，就当下就是我了。所以你不需要再修什么无我，你的吗？这就是真正的顿教，哎，而且这个顿教呢，这个无我不是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观念，而是一件事情要去做的，然后你就这样做，那就当下就无我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一直在讲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然后你看很多的注解，然后就叫你怎么样无我相、无众相、无生无寿者相，那搞得很复杂、很高深，对。但是这个把这高深的道理化成行动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你马上就无我，你不要再去想有我还是无我，就是无我了。你就当下你这样做就是菩萨摩诃萨了。这样赞不赞？赞。嗯。所以你看有这个深智慧的做法，那你当下就达到了。哎，那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你绕了半圈，绕了半天呢，还绕不到。哎，跑了半天还跑不到。哎，跑了半天你结果说为了要断除我相，结果还要跑到小圣去修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修到后来就变断灭了，对不对？就变成要取这个涅槃啦，对不对？那就违于佛旨，对不对？所以佛呢，这个就是金刚破一切惑啊，金刚破一切惑，破一切疑，乃至于金刚能断，对。一切的业障、烦恼障，哎，全都断尽，然后马上就直入无上菩提。所以直趋无上菩提就是这意思。对，你只要这样做，那就是直趋无上菩提。那你这样做，你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这《涅槃经》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讲说，这出发心跟究竟心，那还有出发心就。出发心困难，究竟心容易。还有华严经也这么说，怎么说？出发心即成佛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这样做？虽然说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将来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将来会得，但是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台北车站对面那个什么街那个上大学的保证班，对，那个补习班的保证班，这保证一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你知道吧？那至于说什么往生净土，那更不在话下，也不在话上了，对，知道吧？哎，那个意思，比较起来 ，it's nothing， 听懂吗？不方便翻译，哎，跟。往生净土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比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赞不赞？赞，拍手。嗯，所以这样就当下就无我，然后更不需累劫修断除灭我相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修，你要除灭我相，你连我相都抓不住，对不对？你如何去修断它？所以不用那么辛苦，你就这样子发心，这样的修行，这样发心，这样修行，然后当下就是无我了。菩萨的无我也就是这样子了。菩萨因为照这样子的蓝图去做，根本看不到我，懂吗？这我在这个法门里面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影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影子，所以呢，
所以就我没有影子吗？没有地位啊，所以就无我了嘛。对，你看看嘛，你来检验一下，这里面有我吗？这里面不可能有我，有我就不能做这样。也，但是你也不用先无我再来做这个，你懂吗？哎，你先无我再来做这个，你永远也做不到。哎，你就根本不要管它有我无我啊，有无皆不计啊。那当下你就进去了，然后马上就为了做这个事情，马上就让你无我。哎，而且那个无我还是做这个的副产品，对。那正产品是什么？正产品就是阿耨菩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迅疾吧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金刚能断，然后当下就能断了，哎，所以是顿教的法门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这个不但是当下无我，而且当下即有大悲。当下大悲具足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再去修大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另外再去修大悲。好，那么依照这个佛法的层次第啊，你要先修无我，然后再修大悲，然后修无我修大悲，然后再求菩提，对不对？那你修到什么时候？求到什么时候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当下就无我了，那个我根本就不再出现的，在你这一套体系里面，在这个金刚体系里面，我根本就不再出现，根本就没有他的地位，完全没有了，消失了啊。然后大悲呢，所以我相当下消失，那大悲当下具足，不用修就具足了，就这样子就具足了。你看这样在不在？拍手。还有呢，这同时也就真正进行了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就都含在里面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所以是这是什么菩提心的实践门，这样的嘛。所以如何修菩提，这个所谓修行就是修菩提，这修菩提的门就在这里，除此无门。除此你就找不到辽门，辽子门，知道吧？沙婆辽阿门，只有这一个门，这台湾的俚语了，就找不到门禁，叫抓不到辽子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菩提门。那菩提门唯有此门。啊，这个此门是很宽广很大的，只有真正大心人才能够跟这一个门相应，也才能够看得到找得到。虽然这个门很大，但是没有根气的，没有发心的人犹如瞎子一样，犹如生盲一样，根本是绝对的看不到这个门。那既然看不到，怎么可能进得去呢？对不对？而这个门是怎么样？这个门只要你这样发心，自然就芝麻开门，马上就开了。然后而且呢，你马上就进去了。所以一般的那个这个渐修法门呢，你要先找到门径，然后次第而修，然后找到门径，然后先在门外修，然后再入门，对不对？然后入门登堂入室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是，这个都是，我们说那个一贯作业，马上就说直趋菩提嘛，直趋菩提殿堂，啊，所以马上就闯进去了，你知道？而你这样修，你就具备了最上圣的武功跟轻功，马上就进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快急的，有如大鹏金翅鸟一样，唰就进去了，好吧？这赞不赞？好，所以这就是，所以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事实上重要，但是它是出门，然后接着是要接这个门的，
这要这两个是一套的，所以发心是为了修行，你不是只发心就好了，但是一般人不要说发心就好，这心都没有真正的发啊，什么是发呢？发就好像北方人做面要揉面，对不对？那面发了就是发了嘛，对不对？发了就有馒头有包子可以吃，你那个面没有真正的发，也没馒头也没包子，对，好，接着我们往下看。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，是身为大佛啊。好，你把那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个心把它圈起来，用铅笔把它圈起来，然后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把那个身圈起来啊。所以你看金刚经就是这么麻烦，它好像这个很活跃那种跳动的旋律这样的，所以这边跳来跳去的这样子，所以你搞不清楚怎么刚刚讲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然后这个世尊就马上讲到说身如须弥山王是怎么回事，这个没有连接词你知道吧，对不对啊？这连接是什么？连接词是含在里面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连接词补进去你才看得懂。前面讲心，对不对？那心的相对就身啊，所以这心跟身是相对的啊。那这个心是什么？心就是法身啊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就如果能够这样子生心，法身就是法身就生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一分的法身，这样的话，所以。那我们不是说学佛要求三身四智吗？然后三身什么？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那么这个就有一分了。你这样子一发菩提心那我们一般讲这个法身就是五分法身，对不对？五分法身是什么？哪五分？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一般讲的这个见教见修的见教的法身，但这个讲的是顿教的法身。顿教的法身是以什么为身？以菩提心为身，所以这个高深吧。这就是不但是金刚经，不但是显教的顿教，乃至于密教的法身也是以菩提心为身。而这个菩提心是不能分析的，那这个显教的那个法身是可以分成五分法身，但是菩提心不能分几分，对不对？菩提心一分，那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菩提心是一个，它的一心一菩提心，所以一整体的无有二法，这样的吗？不二法门。所以你一发就是有一个菩提种子因种子这样的啊，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其心，那么这个法身就升起了，就有一个菩提的种子心啊。好，那么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这个身什么？这个身就是不相对于那个心呢 那么就是一般三界众生的身。那有一些三界众生呢，比如说神呢、天神呢比如说那罗延天，他的身很大，对不对那么或者有些这个天人呢，身也很大，大身那。这身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大到像须弥山王。什么叫须弥山王呢？须弥山是一个群山，那里面的主峰
叫做王，叫什么主峰，所以须弥山的主峰那是最高大的啦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最高大的山，他的身体像须弥山那么高大，主峰那么大，于意云何？你认为如何呢？四身为大佛，这个身是不是很大？那当然是很大，跟我们比的那就太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如果站在那个山脚下，根本就看不到嘛，对不对啊？跟蚂蚁一样。须菩提言：“圣大世尊，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”你看，你一看又昏倒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讲什么？哎，好，圣大，那就这个是指世间人觉得圣大。那虽然觉得盛大啊，因为世间人觉得盛大，而且是以世间的度量衡来量，确实是盛大，对不对？以身来讲啊，他的那个体积确实是很大，这是没错的吧？所以如来也是随顺世间说很大，对不对？世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？那这个就是须菩提，随顺佛意，推测佛意所说的，佛所说的非身啊，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非身就是非常住之身。非常住之身也就是非真身啊。是名大神，所以才称为大神啊。那这个身即使再大，但是它还是可以度量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度量。那它即使再大，但是终究会磨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非身，所以不是真的身，真身不灭，真身不灭，所以佛说那个如须弥山的身非身，非是真身，因为真身不灭，非身必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那个身非身呢？因为真身不灭，那非身呢必灭，所以称为非身啊。那非身就是非真身啊。是名大身，名为大者，就名为大身嘛。名为大者，称作大者呢，不足以为大。为什么？有限量，你再怎么大还是有一个量，哎，所以有限量，所以不是，还是不能真正的大啊。实为大者，因为这是名为名跟实相对嘛，实为大者无可名之啊。真正的大你没有办法名的意思就是称说，如果那个实在很大的话，大得不得了，那说你问说有多大，他说哦，好大好大好大，那只能这样讲，实在是讲不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可称说叫做真正的大。那有一句话说大而无外啊，那小而无内啊。那真正的大呢，因为超乎名言啊，名字言语啊，丈量超过这些，所以是真正的大了啊。名用名称来称称不了，用言语来讲讲不完，用这个度量衡来量也量不尽，这就是真正的大了。
是不是啊？所以超越了这一切啊，超越一切相啊。所以那这个如须弥山王的那样的大身，它还是有一个量啊。而且如果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或是乃至于说遍法界虚空界来讲，这个须弥山王根本不算什么嘛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们这个地球其实很小，但是耶和华认为说我们这个是宇宙的中心，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而且是愚痴，对不对？没有知识嘛，就耶和华没有知识，这没有对于整个宇宙天文那个不了解嘛，他还是很粗浅的一点点知识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他是造物主，天主早得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超乎一切的丈量的，这才是真大。那什么东西超乎一切丈量的身呢？法身。法身没有办法用名字、用言语去用名字去指称他，用言语去叙述他，用这个度量衡去丈量他，无法。对，你不要说法身呢、说海水不可以斗量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所以那就真的大了。所以你用名字去指称他，没有办法用名字指称他，你也没有办法用言语研究言语去叙述他啊，然后也没有办法用度量衡仪器去量度他啊，所以就超越这一切有形无形啊的范畴之外。那这样的身就真正是大身了。那这样的身什么身？就是法身，就是如来的法身以及大菩萨的法身。那虽然是大菩萨的法身呢，但是呢，但是你也还没有差得远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到如来的境界，也不敢说是大菩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这样发心，这样修行，你就是一个，我们不要说大菩萨，你就是一个小菩萨，已经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那今世能够做一尊小菩萨，那 OK 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 OK 了，你就无有恐怖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临终只要随便你称哪一尊，你称地藏王菩萨也行，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一定来接你去西天。为什么？与佛心相应，你的心即是菩萨心，所以你的心虽然还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是纯净的999的，对不对？是很宝贵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样子你就有一分法身，就是如佛的那个法身的一分。你有具体而为的法身。什么叫具体而为的法身呢？佛的法身是无量大身，遍法界虚空界，那你是什么？缩小版，500万分之一。但是这个是只要找到适当的软体就可以把它放大了，听懂吗？软体是什么？就是你就再继续这样去修行，而且不是很慢，会很快，懂吗？这样懂吗？这样子的法门赞不赞？